他老爸大概，他老爸到这边就结束了。然后这个是他老妈，可他老妈不见了。啊，这是他，他往到这边来之后呢，啊，然后他老妈到这边上来，剩下他们三个小孩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好了，生育能力。哎，他长大了，欸，这是什么？一堆花是什么意思？叮叮叮叮叮，一二三四，叮叮。好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喝，哎，不是哦，这个感觉像是，这应该是放这里的吧？那为什么我要操控我们的蜜蜂啊？嗨，你长大了，你要干嘛？一，你想要这束花是不是？好哦，我要拿耙子，把那个花给耙下来。一号花，不给耙。哎呦，拿下来了。为什么耙下又会长大啊？嗯？哎呦！我也不太懂他的逻辑，欸，哦，他那个颜色啦，所以我们这一关是要调色，是不是？二号对第一个花盆，让它开花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爬掉。要调颜色的意思吗？调色盘啊，好，我们用一下这个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过去。有变欸，变不太一样欸。那这个呢？没反应。哎，我把他弄死了，靠北啊！再一次，没反应啊！三号对第二个空花盆，三号要对第二个空花盆。四号要对最后一个空花盆，红加黄配橘嘛，那我们就是先把它给弄掉，不管了。然后我们就先用一个红色的，红。这是有的意思吧？然后。我们再用个绿的，哦，让它长更大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拿下来了吧？哎，不能拿下来 ，What the hell？ 不能直接把它切掉哦。让它长更茂盛啊！这样算有吗？哦，它上去了，看不懂啊！你知道电竞要变成体育项目吗？我知道啊。终于变体育项目啦，我觉得他根本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变体育项目啊！哎呀，变好丑啊，这个颜色，给他乱配看看。哇，配不了了，他挂了，越配越奇怪。这个要直接砍掉重练了。
等一下，它这个是一只的。哦哦哦，我好像懂了些什么。这个上一面有这个的，是要种在这里。这个尖的是要种在这里。这个呢，最后一个是要种在这里。但是这个要种在哪里？他现在是要一号嘛，是吧？先来这个，先来这个，对不对？先让它的底部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让它变颜色。啊！好像不太一样哎，为什么？顺序错了，砍掉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懂了。先黄再红，有没有？因为它这个荷叶是往上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红色下来就变得它想要的东西，怎么还是不一样呢？有一样吗？啊，有了，哎，碎啦！我们拿去给他，嫁给我吧 ，I love you。啊，他要第二个了，妈的，不会自己种哦。好哦，第二个的话就简单多了啊，让它变尖尖的嘛。紫色要怎么配？蓝色，蓝配红，对，然后再加一次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懂了对不对？理解了对不对？厉害，拍手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果然还没有老，还行，还行。我们觉得一次做完再给他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不用那么麻烦嘛。来，我们再来用这个紫色的话呢，黄配蓝，是吗？怎么颜色不一样？哎呀，种错了啦，剪掉。紫色再怎么配啊？忘记了，三个一起吗？这是三个一起吗？不过它最后应该要呈现的是这个花朵，所以说我们后面两个都没差，无所谓。不对啊，蓝配黄，紫色，我帮我调色很差哎、欸。啊，对齁，还有上面那一根啊，靠北啊！等一下，它这个有点鸟，它这个可能是最后一阶段哦。上面这三根毛毛，红蓝蓝。好，我们试试看红蓝蓝。啊，这个还有那种调色的色差的，那个调色的那种概念啊，才有办法完成。来，然后红。蓝，有没有？结果还没完哦，还要再插三根毛在他头上，完成。卷毛的盆栽。哎，早安，蔡宗泽，安安你好。然后最后一朵，最后一朵，我们的地基先用这个。大荷叶，那、我们刚刚有配出来，可是我忘记怎么配了，应该是三个颜色一起吧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颜色不对了。
Again，我刚莫名其妙配出的颜色。蓝黄黄吗？黄蓝？是黄蓝吗？啊，对，然后再一次。好，成功！耶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去把妹了，妹子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喜欢吗？你那什么表情？你害怕了是不是？哇，变成了七龙珠了，可以许愿的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是标记的符号吗？完蛋了，完全看不懂。到底是干嘛啊？星座是不是？好，够了。还没结束哦。我花都给你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想干嘛。哇！哦，就是她受孕了。马上怀孕，超强的，怎么办到的？好，我们先继续玩他的任务好了。星座，为什么不一样了？换人了，千秋。这个是那个爱喝酒的那个。脸上有个疤痕，我有刀，可转一转会有什么？没东西。这边有熊熊，不能剪，拿刀砍，不行。南瓜，砍一下，可以，南瓜面具，把它戴在头上，那、欸、还真的可以啊，嘿、欸。这什么？泰迪熊的手背。装上去，我们可能还得找一颗头，是要吓这个小男孩是不是？我要泰迪熊熊，好哦，我帮你找泰迪熊熊。可是我们好像缺少了什么？还是我们把南瓜头套他头，把它拿下来？诶，你为什么突然会给我钥匙？好吧，既然都给了，nice。给你熊熊，开心吗？完了，不想理我了。拿到熊就闭嘴了，这样子。没东西啦、啊。哦，帮他荡秋千啊！哎，哎呦！哎呦呦，开心了没有？跟花仙子生小孩，我把熊看成香蕉，下去！哎，它快要掉下去了，我要从这边。Fire！看，好霸气啊！哈哈哈！Tell me！哇，他变成杀人凶手了！Help me！我要熊熊跟我共赴黄泉，好不？给你，Help me！哇！我们杀人了，太扯了，又延伸了，坐牢了吗？搜索，
啊，这个是那个人的小孩啦，啊，那个小孩被他的算是他的叔叔害死啊，就是那个有刀疤的那个小孩害死。麦克，原来这个小孩是那个 Mary 的啊，那 Mary 的小孩被叔叔害死了。墨水。应该是故意要害死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害死他，感觉出来是蓄意犯案，超级蓄意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跟着这个边细缝排列，哎，还没拼完，D 加 C 加 D 减 A。不要考我数学啦！不要啦！你守寡，哎，你不是守寡，你没有小孩了？问号？要找证据啊！他想要找出到底是谁害他的小孩子。亲爱的儿子，我找你好久了哦。是找不到，找到后面，然后就觉得他死了，直接就把他列为死亡。如果你看见这封信，请在星空中寻找我。哦，他是已经承认他小孩死了，是吧？你的母亲，可是不知道凶手是谁，是吧？诶，一张纸条。儿子，我一点都不想你，儿子。啵啵啵，还差一点。这里要用望远镜哦，我看到这些数字跟这些象限，我就觉得好累哦。B62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边还有一张纸啊，我们先把它拼凑一个完整的图形。我们再考虑啊，不是考虑，我们再研究要怎么解。还有纸条没有收集完毕啊！我按那个墨水到底有什么作用？墨水，哎，倒进去了，然后呢？加进去之后呢，没有反应。幕后面有一张纸，幕后面，就这个哦，这刚拿过啦、啊，关不了。这边啊，看到了，你说的墓应该是坟墓的，就是祭品，不是祭品，祭拜。好了，减 A，B 加 C 加 D 减 A 等于是我们要的数字。62又是什么呢？B62。一个，刚发了一阵光芒，之后呢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这边没有发光。这里，亚米诺摩，哎，鸟来了，鸟儿，你想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讲清楚啊！B62，哦，它是这个要照到这个点啊，
所以说这个是数字是62。然后我们要先看一下 A 的话，这样子吧。这样不算，瞧着也可以啊。有照到它是不是不会亮？不会再有那个亮出来的提示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桥的好了 ，C 嘛。桥的话，在这里。所以说是35是不是？然后就没反应啊，没有那个亮灯的一声。35，等一下我要记一下，这个是麻烦嘞。B 是35吗？对 ，C 是35。D 是多少？是不是一样的 ？D 的这栋房子 是跟这一样？哎呦，基本上好像不用动哎、欸，要动一下吗？动就超过了、啊，所以说这是33 ，D 是33。瞄了记，还要他加减01 02 03 04 05，他刚62嘛，62的话就基本上就是最底，然后2，然后刚才就是这个点。我们现在插一个，我们插一个 A 的话在这里。4，只有4而已。这个是 A， 所以说35加33再加62，35加33加62减4，126。应该不会错吧？啊，睡了。Hello， 鹦鹉哥哥。来，盖章，盖章。打，我找你好久。然后呢，拿给那个鸟儿。啊，鹦鹉交给你了。拜拜。大成功呀！这个就比较简单了。我觉得最难的是药水的部分，药水的部分真的是有点难。怎么办？这个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啊？我们一直往最左边挤，你看其他的支线都没碰。哇，我们挤到这边来了、欸。1896年，哇！又是花，看到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点头痛。还要帮他画是不是？这个是红色的，红色是这一个，然后橘色是这一个，然后这是灰色的、白色的、这个黄色的。我们还有颜料这样子哦。我们看手边有什么颜料，灰色，灰色先涂这个、啊。哎、欸、啊，不给涂啊，大大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还在想他啊、哦？好吧。拔出来这是什么？贝壳。贝壳。钥匙。啊、嗯，又要开东西啊。嗯，姜黄丢进去。磨磨磨磨磨哦，我们就有颜料了。
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贝壳丢进去？摸摸摸摸摸啊，不行，拿了，拿你过来，为什么不能拿了？我要上吊！哎呀，蜜汁流出来了，从血里出来了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啊，先开个门。圆毛笔在这里啊。瓶啊，装在瓶子里面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哟，为什么捡不起来？哇哩嘞，发生啥事？除了第一个提示有亮光，后面都没有啊。嗨，安安你好，吕佑佑 ，Hello， 好特别。现在玩多久啦、啊？我怎么觉得我开了三个小时以上了？我几点开？六点半的样子吧。给你毛笔，我是这样给啊。哦呀，这个，哦，我要这样全涂吗？这个对我来讲太困难了，我没有绘画天分啦。哎呦，上吊的女人，这就是艺术。怎么办？感觉没有办法回头嘞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我可以无限的作画了，太棒了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宗旨，好吗？对不对？想那么多，觉得这个橘色的好像是这个吧？不好涂满。感觉就像是我国小还是幼稚园在画画的那种插画图，不用乱涂一通，还涂得很开心，有没有？有，他自己帮你覆盖上去。你只开两个小时啊、哦？哦，上吊绳子能拉吗？不行。而且他这个好粗哦，他这个超级粗的哎、欸。我们没有别的颜料了，棒！啊，艺术艺术！哎，好吵啊！啊！不要管我画什么，随便画的。啊，抱歉，继续。他、啊、这个拿不起来啊！我这样丢进去嘛，也不对啊。哪有拿不起来的道理啊？我都磨了，还是磨不够。剩下颜料拿不起来，装蜜汁在容器里面。啊是蜜汁，好蜜汁不蜜吗？有了，黄色颜料做出来了，搓搓搓。哦，有了。所以说贝壳到底是干嘛的啊？就是画完就要自杀的意思吗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哦，白贝壳是白色啊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加水在里面，有没有？贝壳先放进去，啊、哦，直接剁成粉，再加油，这个油啦，这個、不是水啦，啊、哦，混合之后就可以变成颜料了。那我们先画个白色，白色的话就是房子啦，啊，各种颜料都有了吗？赞。好，先把它涂好涂满。
好了，有没有？它就自己会恢复正常。花红色，红色完之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了。红色，这个，哇，绘画绘画小天才呢，超级绘师，拜托，人称超级绘师是我啊，啊，都比不过我，拜托。啊，是不是？等下我是不是画错了？啊，原来我画错了，大哥，不是这个、啊，在这里啦。抱歉，颜色不对。大成功，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样子。他花自己上吊，然后被某某人看见，哎、欸，果然真的是上吊了、欸。哇塞，啊，谁去看他？为什么？想个儿子想到啊，自杀去了，还蛮悲惨的。最后他死了，所以说延伸到了另外一条线，时间点。井地部分，所以说他儿子根本没死啊。方舟还会有更多模组嘛？也要看有没有多余的模组。最近模组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就不太好做。那个是银鸟过来的提示，因为那张纸上面有写六月的位置啊。哇！结果他根本没死，他在井里。他在井里过这么久了、哦，干他在井里怎么活啊？食物呢？重点吃的呢？他怎么过活的？是谁养他？所以说，他老妈 Mary 就是想他，就是找不到儿子而自杀。他觉得他的儿子可能真的死了，可是又期望他能出现，结果呢，还是忍受不了啊。选择自尽，但他儿子一直在他家、啊，他儿子在家里啊，啊，可是很扯啊，他既然他儿子掉到井里，不会一直喊吗？对不对？出个声嘛，你出个声，至少听得到啊，都在家里啊，对不对？会有记录档吗？会有啊，黑暗与光明会再出吗？我等他更新多一点再说吧。变成威尔森了，真的。你看这我们的小熊，熊都已经毛炸成这个样子了。为什么把他头拿下来了呢？纸飞机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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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里狗嘞？有人专门为他送吃的来。你把你的飞，你把你的纸飞机往上抛。啊？不是送吃的、哦。把东西拿上去给他，是不是？啊 ？What the hell？ 好，哎、欸，我不懂这是干嘛嘞？这个好像是跟这个好像哦。这是什么意思 ？Food 哦，我懂了 ，Water Food 食物啊，最后一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把东西放下去，然后就代表是标记，是说你要什么。所以说他是有人在供养的，这家伙有人在供养，可是却不告诉他母亲说他儿子其实活着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嘞？也太怪了吧！他叔叔刻意关他了，对啊，为什么他叔叔要把他关了？为了啊，我觉得可能是为了争家产，我觉得是为了争家产，我猜啦，可能是争家产，木棒的意思哦。好哦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要水，我们先食物好了，我们先排一个食物的标记给他，我要食物。
快点，请你给我食物。哦，你看他说他要食物，他被他叔叔控制了啦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上去？上去啊！好啦，哦，还要等一下。他被他叔叔控制了，难怪他妈找不到人。哇，一只鱼耶，好吃，吃鱼咯。啊，你不吃鱼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一直蹬。这里除了这个之外没什么了。那我们看一下 water 怎么比 ？water 的话是一根木棍。哎，不对啊，可是这个碎石拉不下来啊。碎石摆不下来啊！碎石摆不下来怎么办？因为要遗产少一个竞争者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把鱼吃掉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大便的意思吗？哎。他小啦，这边有住人哦，应该细喝，给你吃，好吃，哦，没有木棍了，我想要喝水 ，water， 原来这个下面的隔壁有住人哦，你看这戴面具的是谁啊？这个戴面具的该不会就是那个叔叔吧？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算了，来，请你给我水。儿子是哑巴，因为从小就没有学说话，所以他不会讲话，都是用这个语言。有了，好了，你喝完了，想尿尿了吗？想吃鱼？哈哈哈，他吃鱼的方式也太丢了吧？那就是他叔叔啊！我要一根棍子，我要当原始人，呼嘎呼嘎下嘎。哎、欸，我们去看一下符号，棍子是这样。哦，好。我打爆他！耶，赞哦！好了，握棍子干嘛？啊？拿着棍子往前移动。等一下，他连走路都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延伸出来了。后来他出来了嘛？洗手间， 1927年，他逃出来了，那不是被叔叔控制吗？他整栋废墟的啊，他叔叔的小孩，装水啊。又是火柴，怎么都离不开火柴。哎呦，要死啊！亡魂啊！二选一，我们选最下面那一个。不行，它是固定的。这是什么？煤。他想要洗一个热水澡啊！想要洗热水澡，看现在的温度有没有？完全是没温度的。这个瓶子应该可以拿，不行，把煤放进去，然后火柴点火，生火咯。去
装水，装好装满，有水的桶子，生火。好，这不知道放多久，说真的，等它滚就对了。所以说是完成条件换场景的解谜，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说真的，它解谜其实不难，然后种类又很丰富，我还是蛮推大家来玩这个的，打发时间用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可以打发时间是干嘛？这个啊。会冷，把这个裂缝给遮住，是不是？这样有成功吗？这样遮，然后这里把它遮住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随便遮的。哎呦，温度上升了。哦，它会冷啊，然后把这个遮住之后，温度就起来了。不要让它这么的寒冷。有热水了，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洗澡了，是不是？要干嘛？温度上升中，我已经做好该遮的东西了、啊。太烫了，是不是再加一点温水？哦，有了，爽哦！噔，谢谢你让我洗澡，送你一把钥匙。好的，干嘛自宫哦？剪自己吗？哦，剪头发。哦，帅哥呢哈，剪完之后呢，跟他爷爷超像的，免费是良心，真的。他免费游戏，他这是免费的，而且我现在玩的是付费的啦，但是他其他全部都免费，而且免费的种类超多。头发，哦，拿到了一个，结束了。老头，我觉得是那个女生小时候笑他，然后他长大了找儿子报仇。欸，对呢，小时候他不是跟他在做推挤吗？然后推来推去，推到后面，他不是很生气，然后害他受伤。有记仇记到现在吗？1930星星，长大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儿子的画，有没有？这是找之前那个他母亲嘛的那幅画，星座卡，又是个密码锁。我们先来收集一下附近的道具，捡一捡。这是他爷爷啊。欸？我的。这样子。啊，终点在这里啊。出口。要对着这个线。对齐啊。好像也不是这样转的、欸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哎，这个里面的不能转，这样呢？这好像有接到，哎，没有，这个没接到，可惜了。这边断掉了，这样子呢？断了，呀，有啊，啊，可惜这个没对到，啊，这个好难啊。
感觉就只能随便来欸。哦，原来这个上下可以换个角度哦。那不行啊！没看前面的直播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这个也没有讲什么，就把它当成是解谜就对了。鸟食，先放个鸟食吧。先把鸟引过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什么？信？哎，这是他母亲哎。这个鸟最好是隔这么多年还活着，然后脖子挂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太扯了。就后来发现，原来他爸妈来找他，他妈妈来找他。然后这两个卡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解开好了。我会后面还有一张卡，我刚没注意看。我们现在有三张神之卡，是不是？青眼白龙，青眼救急龙，Miss you，有没有 N？ROENUQILV，怎么没有 Miss you？LOVE。Love，开，好，抱歉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子，转转转转转，然后再这样子，哎，没有成功，有了，呀，望远镜，四方形，是干嘛？哎呦，可以重来吗？嘎，这个太难了吧，大哥！要找四样哦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四方形要看哪里啊？嘎，乱成这个样子，要怎么画啊？安内吗？主要是啊，而且感觉画完就改不回来了。可是瑞凡，我已经画下去了，这只能重来再一次。圈圈不算线，安安你好，我已经解开了，我现在是要解星座了。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方块，可是这个方块是这个吧？好像哦，应该是这个。对啦，是这个啦。注意哦，啊，几亮？赞赞赞赞赞赞赞！那、啊、这个呢？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一个。对，就是这个。Yeah，一棵树。然后呢？这怎么看都没有哎、欸。好像不是这边，这绿布。等一下，这该不会要倒着看吧？该不会要倒着看吧？不行，这三颗星，这不对。这样。
好像又是的样子哎，感觉是哦。还真的是哎、欸，也太故意了吧！这样子，有解完了，还有。等一下，我卡片都没了，还有，啊，还有这两幅画啦，妈妈跟那个爷爷的啦，这感觉像是闪电这个符号，闪电符号，这样子吗？妈妈，My son, my son, read my letter. 请阅读这封信。好，那现在剩他的，剩他爷爷。狗屁星座。好，我看一下这要怎么搞，这样子。哎，你好哥哥，他怎么变这样？确保孙子们能找到那个时钟。把这个树枝重新放在一起。啊！拿到了一个镜片。镜片要干嘛？哎呀，外国最长的线，然后再用哦，外围最长的线。OK。镜片要放哪里？是这样搞的、啊。等一下，他的提示不懂，所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对。啊，对这个字对不对？第一个字去对，有对到的话，就是知道是哪里那个位置了。感觉都很像，这是一个 V 是不是？这个啦，找到了。B E， 这个是什么啊？看不懂啊！这个是什么字啊？完了，太潦草了，这个英文。这是 L 吧？是不是？然后这是 A 对不对？然后这是 E 嘛？Heaven，H-A-V-E， 好，没办法，这太潦草了，我不会看那个 L-V-E 啊，他直接解开、欸，他完全不给我调、欸，算了，知道是什么了，放上去吗？然后呢？时钟给你。哇，我超吵啊，很吵的样子。I have it。哎，没了哎、欸。他后来拿到他家里的那个徽章了，然后这边的支线就没了。这就是 Mary 的故事啊，这不是 Mary 啊，这是那个。怎么念？艾玛吗？艾玛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中间的了。钟表。我们又回到这个之前欺负他的那个哥哥，这应该是最大的感觉。哦，后面有东西，齿轮，又有齿轮，好多东西都可以捡哦。好。三个齿轮，
这个我会，就这样装吧。这样装错了耶。对，我装错了，是吗？我们要把钟给修好啦。句子，上点油。啊，他完全不想理我哎。这样子，摆错边了。好，这样子，好像又错了感觉。觉得这个应该要在这里，没错，好像还要需要两个齿轮的样子。有记录档吗？会啊，会放记录档啊，会的，会的。嗯，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好了，你要句子啊、哦，给你。句，一下子到底在干嘛？哦，这样子吗？它上面写什么啊？啊，要锯出它的那个样子，是不是？没有到定位，它不会锯，是不是？45度角。哎，我看一下，缺怎样？这也缺太大块了吧，大哥？我要从何补起啊？您说看看，我要怎么补？还要补这个斜角，零零角角的。粘起来，浇水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浇水把它粘起来，拼拼凑凑啊，他已经帮你弄好了，你就只需要锯就好了，是吧？锯，干还不锯，我揍你哦！弄错吗？没有吧？锯，先粘。没有反应。拨锯，命中木头，粘胶。锯啊！多少的锯呢？妈的！我已经给你机会了、哦。先去这里好了，还是要先粘啊！啊，你的聊天是有延迟啊，本来就正常啊，直播你不延迟，那就是已经超越光速了，好不好？只要是有网路的，一定都会延迟啊！你以为是你现在所讲的话，然后马上就传到你耳边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欸，到底要怎么去啊？欸，直接换木板啦、啊、靠北啊、喔、原来是这样哦、喔、你现在到底是要干嘛啦？欸啊，自己锯自己粘。哦，我大概懂了，靠北啊、喔、只能一次啊，87啊，我以为可以重复锯啊，抱歉锯错了，我们要自己瞧位置。
这个要怎么敲？这样子。太大了，重来。这样，锯。有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粘。赞赞赞。这个嘞，这个就是斜面吧。斜面的话，粘啊，弄错边了，锯错边了，应该这里。对，这样子。有，还有吗？还有，怎么那么多？锯错了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 ，really， yeah， yeah， baby， 大成功，超级会锯。先有了吧，然后齿轮放这里，少了一个中间的，这样子吗？不行，这样超过了，你不对啊。这样子吧，对啦，这样正确的，其他部分是不需要的。啪，哎，没理由啊。啪，哎，直接放上去了，一个强制。哇，感觉少一个哎。谁会知道在哪啊？靠背啊！火柴从你口袋掏出来，你都不会不好意思你。哎，干！真小啊！啊，原来是我齿轮搞错了啦！天啊！啊！累死了！妈的！原来这个是齿轮的问题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三点跟六点，对，长针在下，短针在右。长针在下，短针在右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过了，我想哭哦。我解了、啊，哎呦，腰酸哦。嘿嘿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给我烟斗。来来，抽一根，抽一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嗯。